欢迎进入由员工制家政平台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百姓的味道》。本节目由西门子蒸烤箱赞助播出，德系智能科技成就专业美味。淳朴的土著与远方的旅人，他们被什么吸引，又为什么停留？这里生长牛羊，积蓄山雪，烟火缭绕，从森林到草原，从城市到荒野，漂泊大半生，至今也依然在路上。这次慢下脚步，寻找专属于李唐的百姓味道。本节目由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搜好康在家找员工治好家政。本节目由西门子蒸烤箱赞助播出，德系智能科技成就专业美味。叶丁哥，我来了。你好，你好。Hello， 先生哥，你好。你好，你好。再去等等，再去等等。哇，好美啊！这叫珍珠，是我的马好像同母，那我也叫珍珠。你们两个都叫珍珠？对。这叫黑龙。黑龙特意给你准备的，给我准备啊！对，哇，但是我其实我不怎么会骑马呀。没事，我教你。你教我吗？对，我还带你一个礼物。还有礼物？对，这是一个藏袍。藏袍？对，藏袍。哇，谢谢你，这好正式啊！你穿上。我穿上。对，来吧。这个有点大。哦，这袖子这么长啊？对，你看我的这个也很长。哦，对啊。所以你从小就穿这个藏袍吗？对。走吧，走吧，来，拿这个。哇，这里好美啊！对，这个湖有特别的意义吗？这个湖叫元气真烟，因为它看起来很像那个眼睛。每个山都有名字吗？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格尼神山。格尼神山。这个叫肖扎肖扎扎纳。哇，你都知道。对。但是为什么会约我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我们格尼神山，然后我家在格尼神山脚下。回家吧。回家我坐你好车。好啊。大西德勒，大西德勒。
这是我的家。哦。呀，这一点嘞，这里，这一点，这一点。你好，你好。嘿，这个。呀呀，这家如果捏三手，再捏三手。呀呀呀！然后呢？来。你看这个事儿，走吧，来，这是我们的客厅啊，嗯，哇，有这么多那个锅碗瓢盆，为什么呢？因为来很多客人，怕用不够，然后买这么很多的。比如说会有多少人？50个？60个？有时候100多。哎，100多啊，那怪不得要这么多。对，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很多亲戚啊，对，半个亲亲戚啊，客人来的时候我做酥油茶倒给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喝酥油茶的啊，嗯，这个我们叫杜，嗯，这个叫蹦巴，嗯，这个叫扎西大姐。这些都是有那个吉祥如意的意思。嗯，走吧，我带你去喝酥油茶。走，走吧。再见嘞，再见嘞，再见嘞，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这个是什么？这个？这是血肠，牦牛血肠。啊，牦牛血肠啊。嗯。热吧？热的，来，你尝一下。不错。这是牛肉干，这是我们这边的特产，就可以掰开吃是吗？对，可以。尝一下。好好吃啊。做酥油茶，先放这个藏茶。倒开水，然后放酥油，倒牛奶，放那个盐，然后就搅拌。你再转会出火了。不会的，这里面是水。大点吃，然后这样撒一下。为什么？因为吉祥。谢谢。喝醉着，先天，然后先闭。哦，这样的。这个，然后就这样，这样撒上。就三下，三下，然后就可以喝。发喜的，发喜的。好滑哎。斟满一杯酥油茶，高呼一句扎西德勒。酥油茶的醇厚，人参果的甘甜，牦牛酸奶的清香和菌菇火锅的浓郁，这是他们热情的待客之道。这是糌粑。糌粑。嗯，现在我要教你那个做糌粑。好，先倒酥油茶。OK。倒一点点就可以。放酥油。放点糖。糌粑。然后就这样。这个是手。先炸。然后就这样。是有手法的呀。对，然后就这样，一用力这样捏，然后就可以吃了。
怎么样？嗯，不习惯，但是挺好。你要介绍一下吗？他叫丁志德耶。啊，你也是丁真？嗯，你好，你好。他叫丁志德勒。丁真德勒，这是我的阿妈，他叫永熙。你好。这也是我的阿妈，他叫葛其珍。你好，你好。嗯。啊，所以大家都就是有很多都叫丁真是吗？嗯。那其实丁真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传承者。传承者，对，我的名字是丁志珍珠，嗯，勤劳的传承者，啊，勤劳的传承者，对，所以你们都是一起长大的吗？嗯，对，对，一起，小伙伴一起聊天，一起挖松茸，啊，那找松茸会很难吧？很难的，很难，对，找了两年才找会了，找了两年才学会了去找松茸，对，我们七八岁就开始。挖松了啊！这么小就开始了，挖松茶这样的。那谁教你啊？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山上，去挖松茸。那每次要挖多久？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就是上山之后就在山里面待一个月。嗯，对。那不回来吗？不回来，搭一个帐篷，然后就，今天挖松茸，然后就卖回去，然后就又晚上又跑回去。那你们自己会吃一些吗？嗯，会。最好的那些我们吃不得，因为它是卖的嘛。那所以松茸能够说是一年里面很重要的收入吗？对。最好的收入就是松茸。现在这个季节还有松茸吗？有。能不能？带我去找一些，可以啊，我也想学一下。我只是有点担心熊。这个我来保护你，你们搞定就好。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明天一早出发。越早越好。那好，好的，明天一定要多找一些松茸。好的，再见嘞。来微博进入百姓的味道话题，也参与话题讨论，分享自己家乡的美食，还有机会获得节目上评。也可关注百姓的味道官方微博，看节目嘉宾分享更多地域美食。谢霆哥，我现在带你进我的房间看一下。好啊好啊。这就是我以前睡的房间。啊，就你们两兄弟的房间。对。这个啥意思啊？这个是谁的？是你还是弟弟的？是我的，我经常抱这个睡。啊，是吗？对，是人家送的吗？还是你自己买的？自己买的。对。哦，所以你喜欢它有名字吗？没有，没有名字啊。对。哦，所以你喜欢熊吗？你睡哪边呢？我睡这边，弟弟睡这边。啊，弟弟睡这边。对。其实我以前也是住校长大的，我以前房间就跟八个人一起睡，都是上下铺上下铺，一个房间就八个人，哇，就是很热闹。哇，这么多！这是马鞍，马鞍。对，这些都是马鞍。这是我自己买的。嗯。这个呢，是以前我爸爸买的。嗯。你看这些都是马鞍。你看我这个书全部都是赛马是不是上的？啊，你都是赛马出来的。对，以前我骑马的时候断过。这是李大仙给我的。永远的赛马王子。弟弟加油！有着赛马王子梦想的他，今天将以马术骑行来向这里的男孩子，从小就懂得与大自然里的动物相处，在草原上，在牧场里，和伙伴们一起骑马、放牛。这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为了采集珍贵的松茸，他们也常常需要与自然离得更近，进入大山深处。你看太阳出来了，哇，太美了。哎，那个藏语的早上好怎么说？
修不得嘞，修不得嘞，对，修不得嘞，修不得嘞，太美了。那我们这次一定挖得到吗？一定挖得到。什么意思？比如说这里面有熊啊、狼啊，有的话，哎呀，很多。你再试一遍。啊！呀！进入森林前的一声吼叫，是当地人和动物之间的约定。甘孜山林原始、茂密，是狼群、野猪、黑熊的家。而礼堂纯净又茂密的青冈林，是生长松茸的天堂。走，走。很小心，小心，小心。所以，松茸都在这么陡的坡吗？对。你第一次挖松茸是几岁？七八岁。七八岁啊！哎呦，哎呀，这个坡得有个五六十度的倾斜度。对。哎呀，不是，小心，小心，小心。哇，这个是什么？这个能吃吗？哦，这可以吃。这是栗子吗？我们藏语叫扁枝。扁枝，有点苦。哦，哇，就像那个咱们的莲子一样，对对，是吗？对。其实最苦是那个心。对。喂，没事。这个好像那种欧芹呢。那这个呢？这个有个橘色的，看起来不能吃吧？可以吃，这个我们叫小苏西苏。这个比较有味道。哇，这个好特别啊！这个怎么黑的？这个菌，你见过吗？这样黑色的菇？见过，但是我没有吃过，没吃过。你在这边会遇到狼啊熊吗？我遇到过狼。狼多大？这么大。这么大？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我们很对，就见到我们很累啊，然后就跑了。林子里光线微弱，湿滑的山泥，厚厚的苔藓，空心的枯木，还有包括黑熊在内的野生动物，全都要小心避开。哎呀！为了找寻松茸，丁真们往往要在艰险的山路上徒步四五个小时。哎，累不累？累。哎，那个是不是那个？对，运气好。松茸的孢子从青冈树和土壤中获取养分，它的成长周期长达五六年，子实体成熟后寿命却只有七天。只有抓住时机，才能采摘到最珍贵的松茸。挺好的这个。对，可以。
这么大一个。哇哇哇哇！我现在能找到的都是它有已经吐出来。吐出来。那如果它不吐出来的，你怎么找呢？这推开的话有，运气好的话有，运气不好的话。就是那个泥要有一点点松。对。所以它大概都是在那种有些地树根的半开。啊。那样的有的话找到死了。太不可思议了。对。哇，挖完松鼠之后，我们要这个地这样埋下去，然后明年要正常松鼠，把它埋一下，对，是明年也会再长，对，不然有一个伤口了，它就不会再长了，对，非常好。这个大自然是要保护的。为了延续来年的馈赠，丁真和所有村民一样，一直遵循着这片山林的自然规则，敬仰万物，尊重自然。来微博进入百姓的味道话题，也参与话题讨论，分享自己家乡的美食，还有机会获得节目上评。也可关注百姓的味道官方微博，看节目嘉宾分享更多地域美食。广东话里面有一句话是上山容易落山难，但是我怀疑这句话有问题的。藏语里面也有。哦，是吗？对，杨家他的妈不干。你比不过我的。你这个顽皮顽皮小伙子。真的累不累？有点累，太不容易了。还有也算是好成绩吗？还是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吗？好吧。哎呀，我还带来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看一下。哦，哪个？牛肉干。对，牛肉干。好。所以你们就是在山上住一个月，你会带什么吃的？就很多牛肉干。嗯，对，很多牛肉干，还有糌粑。啊，糌粑。对。那每次采松茸都是这个地方吗？还是有其他地方？嗯，还有其他地方。哎，很远很远。很远。嗯，这是最近的。啊，是吗？对。为什么要走那么远呢？因为最近地方就是，别人要去挖，哦，挖过去，就别人会先挖到，先挖到，然后我们挖不到。这个，这什么？这是葱，这是葱，嗯，这个是葱啊，对，这我，啊，这个好葱哎，对。以前我们吃这个，你吃这个的，怎么吃？就做菜。做菜啊。但是它比我们的大葱、小葱还甜一点点。对，我知道了，这个就是牦牛肉干的最新的吃法。你怎么吃？牛肉干，一口葱。哎，挺好吃的，是吧？对，人家葱爆牛肉，我们不需要爆，就行。我们拿点葱回去做菜，可以。哎，做松茸，对，走，走吧。挺好吃的，是啊，你说挺好吃的，就跟那个辣白蒜是一样的，其实对。小心，不然的话碎的，硬的话不好买。嗯。
好，就看你怎么挑。这个不好，开花了。啊、哦。嗯。这个也碎了。像如果这里卖最贵的是哪一个？就这样的。是吧？对，是，对，直接。开花了之后，买的价格有点低。哦。所以这些肯定卖不出去的啊。对。这些都可以炒吃掉。哦。嗯。走吧。可以去做饭了。来微博进入百姓的味道话题，也参与话题讨论，分享自己家乡的美食，还有机会获得节目上评。也可关注百姓的味道官方微博，看节目嘉宾分享更多地域美食。韩国一家了。哦，干的切，干的切。好。哇，在做什么面呢？做包子的面。包子哈。嗯。单独单独。可以教我一下吗？对。好，现在要弄那个咋松茸。松茸。品相平凡的松茸，卖不出好价钱。啊，是用手撕的。它就成了饭桌上难得的美味。对于做松茸杂菌包子，礼堂的每一位妈妈早就十分熟练。将面粉、苏打粉与水融合，细细的揉搅，直到碗里的面粉变成一团柔软的棉絮。我来帮你吗？盖地球。把松茸和其他杂菌切成均匀的小块，加入白盐调味，最后在酥油的融合下，把食材本身最浓郁也最直接的香味传递到厨房的每一个角落。哇，好香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酥油也咸咸的嘛。真的精神。这个你我就给他。这里安排。嗯，尝一尝。所以先做个球，对，这样。你平时有跟他们一起做包子吗？会，啊会啊，嗯。这，那个，这个你，这边上你啊。薄一点，然后就这样，这个边上立起来，嗯，然后这你，然后怎么卷？开始，然后这边上捏完了吗？这个捏完之后，然后就这样。啊，好，捏实一点，用力捏，还用力捏。不过看你的手艺也还没有很深，所以还是看得出你经常做这个包子。这种东西没法偏的。丁真的手法熟练，这几乎已经成为他不自觉的本能。这种本能深植在他的记忆之中，在那里面填满了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天。即便你走得再远，他也会时刻提醒着你家的方向。你们今天可以跟他一起做包子，是不是很开心呢？嗯，年的这个上海，我这上海写过的，
虽然做起来其实没有几个包子，但是我相信这个包子非常有感情。 美食从来不分贵贱，能够和家人一起制作美食，分享情感，比上好的松茸还来得更珍贵。当揉好的面粉包裹住美味，在热气的蒸腾中慢慢膨胀，菌类的鲜香就融入面团的每个气孔。 妈妈们一下午的时间与精力，就化成了一个个松茸杂菌包子。妈妈们说，孩子开心，就是他们的礼物。上山帮忙挖松茸，有哪一次是让你们最担心的？那可能说的，俺这一买的没，俺这买这一买的，现在嘛，都他妈都俺们自己用的，现在做，现在都俺娘用过的，等大个的。 你老师，反正在那做，你老还，你他妈，可咱爸的，你这好了，多了，怎么条件嘛？多了，这个，可也没心的，这帮的，这帮的，所有这帮的，都有嘛？你采松茸这么辛苦，有没有想过让孩子们去城市里面找别的工作呢？是那哪个？看这干的孩子，那妈的。 大人，你也是做那些玻璃来东的姐姐呀，不行，给中国给母不，只能家可母不牛给。他非常孝顺了。那你出去的时候，你也知道长辈们都这么担心你吧？知道，我也很担心。他们经常在这样担心我们的话，我也怕他们有肺病。 当年，那老张就那买给这个，他穷就光，但那是的，做这些技术，那做这些，你那这做做，但那这些巧技的，那他买给这了，就搞这些，突击起来，对的，那那他买给这真的，他起码把我们没记得。 过去抱一下，没事吧？妈，走，咱们，哦，行不行？但我身体不错。你等会儿，你再歇。等会儿，他们也很少在我面前哭。 养我长大的，我陪他们养老。员工是家政平台好康在家 APP 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搜好康在家找员工治好家政。本节目由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搜好康在家找员工治好家政。员工治好家政。 好康在家，全国700万家庭11年品质之选。好康在家。本节目由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搜好康在家找员工治好家政。本节目由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搜好康在家找员工治好家政。
们是和顶级食材离得最近的人，但却很少能有机会享受。这一次，就用最简单的做法，为他们烹饪最高级的松茸。火山岩粗犷的热度，把细腻的酥油融化。当油脂开始微微冒泡，酥油的奶香就和松茸的鲜香融合在一起。再用慢火把松茸片煎得卷曲，松茸就会变得甜中带脆，醇香可口。我在你家院子里面做了一个简单的煎松茸，你记不记得今天我们找的那个葱？葱，你帮我撒一点在上面。姜葱遇上1400度的明火，瞬间产生微微的焦香，松茸也因此带上一丝诱人的烟熏味。挺好吃的。因为有了分享，杂菌包子就不单单是美食，而变成了家人情感的共鸣。对于丁真来说，这种味道最亲切，也最有归属感。这群礼堂的孩子，白天为了养家而忙碌，晚上围坐在一起，喝一杯酥油茶，吃一顿饭。他们说，酥油茶的温度足够抵御寒冷。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哇，好漂亮。在这嘞，在这嘞，在这嘞！你们来了，哥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帅呀！在济南。好，谢谢你。啊，你们是在济南吗？对。需要帮忙吗？要不你试一下。我试一下。嗯。哎，你好。哇。Hello， 你好，你好。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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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没事哈，是这样吧，我完全急不到呢。是我不对吗？因为你不会。我不会，那你来。你不会，你看一下阿姨怎么解。阿妈教我们一下嘛，为什么我们做急不好呢？你看啊，没记住。我再来试试帮你吧。哎，有了有了，加油加油！这个是白牛奶，这个是打牛奶。这样你示范一下。其实也没有很用力，是吧？对，就轻轻的。如果用力它会出来是吧？出来，你试一下。我来吧。就这么一直打。对。那要打多久？打两三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我们现在用这个。那你早说啊。你不是说体验一下吗？对，对的，对的。那我们倒进去机器吧。可以了。来了。别紧张。就轻松多了。对。将新鲜的牦牛奶加热，直到表面凝结出薄薄的奶皮，倒入手摇分离机，在机器的一摇一转间就分离出酥油和脱了汁的奶水，剩下的奶水也不是没有用处的。丁真称它做藕烘，他们对奶制品的探索在这道美味中发挥到了极致。藕烘用火煮沸，加入提前一天准备好的酸奶，冷却过滤后留下雪白的奶渣，李唐人最爱的零食就诞生了，他们称呼它做阿英。Hello， 你也过来了，你是不是知道这边有奶啊？嗯，那这个很热，你不能喝。喂，真的会烫的。员工制家政平台好康在家 APP 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搜好康在家找员工制好家政。本节目由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搜好康在家找员工制好家政。本节目由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搜好康在家找员工制好家政。本节目由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搜好康在家找员工治好家政。你也过来了，你是不是知道这边有奶啊？嗯，那这个很热，你不能喝。
喂，真的会烫的，会烫的。喂，你要吃我的手吗？树来了。啊，也快出来了，因为树有稠很多吧？对，所以它凝固了一点点。这个我们可以尝吗？现在可以。你知道我们尝东西呢，就习惯这样放在手背。就像酸奶吧，是吗？不像，那是。我来试一下吧。哎呀，挺帅呀！像你，每一天会在这里打多久？一个小时多吧。嗯。那会卖吗？这个牛奶？卖酥油。哦，卖酥油。然后卖渣子之类的。嗯。所以你是几岁开始赶牦牛？我走路开始。走路开始就赶牦牛了？赶牦牛，赶牦牛这样。我们那一般赶牦牛，无聊的时候看牦牛，在哪个帅？那怎么看哪一只帅？那只怎么看？就是它要够壮，对，够壮。它的牛角老大。你试过有牛走丢吗？试过。试过，那怎么办？去找呀。哦。你教我怎么把这两只赶回去。这。回去啊。菩萨就是龙云和你把咱一样的哟。这就是我们普通藏族男孩的生活，每天放牛、骑马，一顶帐篷，一口锅，用牛奶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这就是牧场上最简单的快乐。跟着丁真，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可贵的纯粹，不是不知道怎么复杂，人们只是觉得简单就够了。抬头仰望隔念雪山，背后流淌着无量河，自由的飞鸟在眼前，在辽阔的天地间，家很渺小，但对这里的人们，家又很大，有熟悉的味道，有他们的整个世界。你有打算离开家里继续的发展你的事业吗？做一两个月又过来这样的，这辈子你要去外面的话，我不同意这个，我也不喜欢。所以你最这样的最长的时间能够忍受在离开家的状态就是一两个月是吗？对。那你会很难受吧？对。最想的是爸爸妈妈和弟弟，然后就买，然后就吃了，然后就想自己的那些小伙伴、朋友们，真好。对，我跟你是相反的，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就
把我带到外国去，然后我又带过在加拿大，带过在日本，再带过在美国，反正我到处都流浪过，我在街头都睡过。我很小就出来干活了，我在小的时候我也是住学校长大。跟你相反，我是可能是几年才会见到一家人一次，所以真的是哪怕是家人的相处也是很需要缘分的，不是说你希望可以跟他相处就会能够跟他相处。我看到你就是看到小时候的我，我们就特别的男子气。对，但是你现在刚好这个人气什么的事业一直爆发，那会很大压力吧？对，肯定你也感受到了整个圈里面的很多希望都放在你身上，那你怎么想？像家里人一样，李丹也是我的家一样，我在继续努力。你羡慕他们吗？你看他们多自由。我不羡慕。为什么？因为我也很自由。在这个方向有多少个丁真？有很多。有很多。对。要不要给他们加个油？可以。用藏语。用藏语。你加我。丁真修脚。丁真修脚。修脚。修脚。嗯。丁真修脚。写的歌修脚。丁真修脚。写的歌修脚。以前我想飞到外面的世界看看，现在走了很多地方之后，我才发现，不管我是往哪里飞，都是自由的，因为知道有一个家，我永远都可以回来。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是丁真，以前的那个丁真，李丹的一个小人。感谢员工至家政平台好康在家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西门子蒸烤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